我在等5月24号有一个有点像孤岛生存的东西，它就是你会在一个船上，然后会有鲨鱼，然后你的资源都要从水上拿。哎、欸、靠！啊！我在等那一款游戏，可以拍单人系列游戏。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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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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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好啊，都这样啊，不给我去商店啊，就这样啊。好恐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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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恐怖。你也中毒很深，哎、欸，音乐，我完全没有去商店呢，就打到了2-1了，哎，完全遇不到商店啊，没有，现在刷宝石，而且我中毒不深，我的拇指怎么会变这样呢？来去去。哎呦，对，绑他，绑他，打他，对，打他，扒他，打他。可以死，可以死，可以死，可以死。是啦，中毒不深。对呀、啊，摸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超不敢走这个的哎、欸，走不好会死的呢。这键盘绝对没办法走啊。这键盘绝对不可能走啊，45度角已经过不去。呀，买东西嘛。允月，你还在玩这个吗？因为我看不到你上线啊。那啥？剑落，在吃饭，好啊，你吃完再跟我讲，我们再来玩，看有没有药啦。啊，我先换一个物质。哦、嗯，你看他好讨厌。
你那个是打七富老人，我想说什么七减老人。哦，对，我之前是用这个流派。哎呦，我现在有总共有三种流派在玩，是 CD 流、近战流跟坦克流。这样子要改这个。这样子，就是你先射完这个，然后放个天平，就可以再射一次了。不过这个还蛮薄，保痕还蛮薄的啦。带哪个好？谁一直赖我？兔子，选一下刚刚那个，那个感觉是加回避的，所以加回避再配那个面具会很猛。哦，让我洗一下。啊！熊熊。啊，我们这一场带这个玩好了，我来召唤流，不召唤流啦，魅惑流。等一下，再承受一定承受伤害哦，是要承受伤害哦，那我不要。小熊软弹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人质托，人质托，人质托，这是好东西。你承受的伤害会优先消耗你的奥数能量条，只要你有足够的奥数能量条，就可以来抵挡攻击。是好东西。看，啊，结果我没宝石了，哎，到了。啊，弹跳水炮。哦，我再去赚一下钱啊，让我试试技能。我是这样子啊，下去。哎，人质真的好猛哦！这个啦，闪避微风，我等一下要刷这个。对啊，人质托再加那个什么火箭的感觉很猛。可以回血的、啊，富翁之类啊，这个是被打会有钱拿，他就是说我打你，然后给你钱的意思。其实新护甲真没看过哎、欸，决心，生命处于低状态下获得护甲提升，哇哦，古老钢笔。
我的 hell 钢饼，你的充能特殊奥数在每次使用后都可以使用大量的提升伤害提升啊，这个是不会，就是好像它的效果介绍是说不会掉下去的意思。来，等一下，被弄跑啦，撑不住啦！人人自拖不适合骑手呢，这样没本钱。好，骑手先打怪，然后积一点能量，然后再被打。嗯。哇、我看地图啊，老铁。走路不看路，有齁，就是边走边看卫星导航啊。看，走路在玩宝可梦啊，被车撞。哼哼哼。啊，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啦，因为你要消耗，好像是一个技能吧，跟他换一个道具。那、道具就是有个东西，我觉得蛮好笑的，什么信心所要的吧，它就是让你的伤害看起来全部都是暴击，就是看起来是暴击，实际上没暴击的效果。哦，嘿，蛮累的。那为什么要回来嘞？因为要走传送门，打完喽。然后起手嘛，先打。好爽！妖精耳朵，静止不动一段时间，敌方就会从敌方视野中消失，这是超好笑的、欸。你家有道馆，好好哦。强效安慰剂，哎呀，就那个蓝色的药丸，有没有推荐啊？买这个好了。我家离那个补给站就是差一点点的距离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我家附近啊，
因为是淡江大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就是附近道馆啊，有的没的，全都是闪电，那不是闪电鸟，机动鸟的。欸，人字拖真的很棒哦，也很棒哦。行，这个也很好啦，可是这就是会有两个西洋棋，欸，四个西洋棋帮你挡，它等于是另外一个盾。哦，买过你们就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样子，通灵之术。他可以挡投射物伤害啊，不过王的特定几个大招没办法。可惜没再玩了，没关系，因为那个真的就是要出去走走才好玩。啊，那个好东西，就是放大招会补血。嗯，我们来赚钱喽，赚钱喽，赚钱喽，赚钱喽。看这边。这个没看过，这个是增加20%伤害，但商店会卖50%。冰双刃手吧，基础攻击力上升40%，但其他伤害降低40%。不行，我们这次不是走公牛。人字拖配什么？我觉得人字拖配金砖六也不错。哎，打法好像可以稳哦。好，一讲完，饿死了。这里好东西，我来了。非常好爽哦。要听到有人力，对呀。不过这打起来真的很开心耶，有人自拖啦。不过人自拖要后面一点才有，就是你装备要够多，他才会解锁，天气不会给你。开场先 ，biu 他火焰。
来了。冰原人。嗯，这啥？龙之吐息。好。这个这样很恐怖欸，有没有？看到树下有人的感觉。哎呦欸，贴胶。一贴布之后，有比较好一点的感觉。我记一下我的技能。OK。补血，好，哎呀，苏瑶，这个80，这个要买，这个是你只要有回血的话，会加你血量最大的。掉蛋！没有钱，还没钱，还没钱，还没钱，75块。好，来吧。啊！我接错技能啦，受伤啦。来了，买这个，来确认一下哈。暖茶啊，我收到的治疗会提升你的最大生命上限，行，它不会补血啊，青菜啦。来晚了，安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打怪，等一下再安，下去，等一下，下去，啊，我恨你，你看我一补，我现在血531对不对？我只要吃这个，好啦，顾一下。506，哦，
看五三四。我刚刚想玩这一招，我看一下啊、喔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玩好玩好玩。哎、欸，太好玩了吧！哎、欸，哎呦，我找到好玩的东西喽！哎、欸，自动导航哎、欸，音乐，对不起，没有到自动导航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自动导航，要摸到才有自动导航。要往下走，下去往。啊！还有隔壁技能。还好哎、欸，嗯。好啦。快咯，我刚等一下，意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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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错技能了啦，搞到上一场去了。啊！放你！被打到好多下哦！哦哦哦！最后一个血压压惊，哎、欸，还是买这个好。应该回我50滴血吧。对，五十滴血。下去啦！几把扣，几把扣，几把扣，几把扣。水球是不是一口气可以集五颗？要按着啊，因为在逃命的时候没办法按着。可怜哦。好金，金币。啊！哦！哦，我想到了、啊，我那时候就是用这个西洋棋把自己困在角落，就是关自己厕所，没有电，嗯，放弃放弃，嗯，啊。
那小。哎、欸。好漏气哦！嗯，要补血了。啊，差多少？150块。出门晚点回，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巧克力也快开台了。那我打完这。